五彩圆球放香中，基北北投四首长又合体，一起推广桃园观光，更要在即将到来的723全代会前，营造北台大团结挺侯。四人又是 dress code 国民党 style， 白衬衫、蓝牛仔裤。除了个别致辞，四人都是黏 TT 同进同出。谈到行政院核准明年军公教加薪，更是一鼻孔出气。民进党政府老是做我请客，你买单。明明知道我们地方财政都非常的困难，自己还在装阔。只要是对公务员好的，我想我们会支持，但是希望可以让我们多参与一些。因为上一次的加薪哦，中央是全额补助，那这一次为什么只补助一半？所以的确对于地方政府造成很大的负担。蓝营全代会前拼成队，党中央和侯正营积极向前高雄市长韩国瑜招手示善意，总算得到回应。韩国瑜办公室20号发出声明，会出席723全代会，并和国民党提名的总统和立委候选人并肩坐在一起，下架民进党，捍卫中华民国。兄弟齐心，其利断金，众志成城，团结就有力。非常高兴能与韩市长并肩作战。市长，你有亲自打电话给韩市长吗？我们都是身为国民党的一员，每一个人都有共同的信念跟目标。是什么原因让韩国瑜在最后3天顽石点头，松口出席全代会？侯友宜不愿多说，是否代表侯韩冰释前嫌？全代会见真章。继续，我家庭云晨怎么报道？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